我们的第九届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交接，同一天三合一大会选举交接，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和谐的协会，没有人出来竞争，因为这太累嘛，大家我都问过，大家都说要拼事业，要赚钱拼事业，在座的我全部都有垂询过，大家都很无言，所以我们林副局长这个伟大的这个精神哦，我真的是很谢谢他愿意来出来承担啦哈。台湾头的也卖啦，台湾尾的也卖啦，有人中间嘉义啊，嘉义台南这边来承担。那今天呢，就是待会有一些议案哈，最重点就是我们的理监事会跟我们的会员大会的部分，大家可以热烈的来。为了说我们这一届要好一个卡，问呢，我就有一个打算。来邀请你觉得喜欢你就进来，那不喜欢我们就没有勉强。感觉讲好，喜欢这个嘉义的吼，这三车四车，为什么一定要请？因为在我们嘉义的吼，他说我们的这领导力水就把他拉上来的。他明年当我们爱三市总会会长，在上任七个月，做得非常棒。大家鼓励一下好。咱这历史上的人吼，要有伦理道德。咱做过，就伊来讲吼，讲这个，都会邀请前任的理事长。好，咱在座拢有听到，当做历史上，咱的前任的理事长都要把他称为荣誉董事长，每次开会都要邀请，向狮子会传承，这个会才会进步。假使讲你前任你嘛请，后日嘛袂甲你请啦，伊就是安尼啊。他说：“这个前会长哦，一定都要邀请。那么下一届我就来宣布了，下一届我是要安那做，因为我较袂晓讲话，小弟不大会讲话，会做事。我有甲讲，想着要打全国的会遐简单，我打全国商贩总会300几个商贩，346个，全省走透透。”我有一个相关，我唔捌无去，我爱去看，我要去了解，知影恁多艰苦，知影恁多困难。我一间小铺咧开开，我来当欢迎，我来当欢迎。大家好，我是小琉球商圈的理事长。那我们小琉球目前呢，其实应该算现在来讲算是最好玩的时间，因为小琉球没有东北季风，那所以这个时间点还是可以下水，不管是玩所有的水上活动都还是都可以进行的，所以目前来讲，小琉球的冬天其实比夏天好玩，所以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到小琉球来。所以这个吴恩洲的工业呢，来带动的这个我们观光的发展，带动我们的繁荣。我们观光协会呢，是在后面做无名英雄，做很大的推动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这个观光协的组织要继续的来延续下去。这个能够来继续帮忙我们政府在推动的吴恩洲的工业，我们这个小岛一定要靠观光的发展，所以我们这个会呢一定要继续来延续。马祖来的，我是马祖前观光协会理事长啊。受我们台湾省观光协会总会林务局局长受邀请来从马祖搭飞机到台北，然后台北昨天搭高铁南下到嘉义，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也祝福我们林务局长这个他接任这一任的这个总会的会长，我特别来这边跟他一个祝福。再来就是说，这个会成立33年，然后我在马祖
这个担任观光协会理事长的时候，我已经那个时候就入会，我跟这个总会是非常有深切的感情。今天受邀，我要谢谢苗栗观光水上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他也是林智科技的理事长董事长。今天很高兴哈，有这个机会来参加第八届的会员大会及第九届的成立大会。啊，希望观光协会能够在下一届，在现一届今这一届的理事长带领下，啊，下一任的理事长能林理事长能够发挥更好的效果，让我们观光协会，带到国际去。对，让我们讲，好，不要讲话了，看这里。台湾区观光协会赞不赞？赞！按照我下。谢谢大家。